现在有胡盼盼一案，依法拘捕你。骆警官没搞错吧？我也搞错了。不可能啊，方平。方平。聊聊吧。聊聊。为什么绑架胡盼盼？我没绑架胡盼盼。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真相啊？若飞，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施闹你。我知道了，因为邓燕阿姨是吧？别问了，我不会跟你讲。陆风平，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把无辜的人拉扯进来，所以告诉我，胡盼盼到底在哪里？行吧，我带你们去。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真相啊？因为邓燕阿姨是吧？妈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啊？只是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。再见了，路飞。